现在国内朋友们好，今天是6月5号也是开服的第31天。今天他们游戏里有个活动是这里这个活动是这个红包里面的这个活动。昨天的时候开了一个这盲盒，开出来这个抵用券。你看这上面有三句话，一个是抵用券，一个是这个 P50 手机，还有是188.88，对吧？昨天有人开出来这个一个券，很牛的券。他们昨天有人是6月4号中了一个东西。就开这盲盒中了一个这个洛地彩抵用券15000，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昨天有人开盲盒，然后这个东西呢，就说去42区，你洛地彩本来是3.5的，然后现在扣1.5，就只有2个 W，然后就可以洛地彩了，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人抽到这个券的话，我就花了一点米把这东西给收了过来了，我就直接收了过来。这个东西，这个人是叫陈平安，他是昨天刚收了别人的号，然后今天抽这盲盒就抽出来这个东西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买过来了。买过来到时候我想转手卖给这个大佬，有人想去新区洛丽彩的大佬，然后他比如说我4000出来的，我5000卖掉，对吧？然后他2.5 W，然后就可以去新区洛丽彩了。我中间就可以赚个1000的差价，是这样子。然后同时今天稳稳我不清楚，但是呢，可以试试看一看。主要是我们现在应该比较强了，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比较强。先走一个98，走起来。发财了呀！是的，这个东西呢，那个水友是发财了。我的话，我得要交易成功，得要找到这个愿意落地彩的大佬才行。所以你们落地彩想要去42区，也就是下周周日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42区就开了。这里的话，学院等等吧。哎，学院都没有东西可以买了。这里本来是有个三，有个六，有个八的，那个东西现在就不要买了呀，挺好的，这样就不耽误时间了。然后现在就摇个数，对吧？然后45，来下一下。竹海神复剑谷可以玩吗？剑谷确实有很多人有情怀在里面啊，你是真的很牛。但是我建议你不要搞，这个东西就等到10点钟拿下城主之后再搞。特训的话呀，现在做不做都可以啊。我们今天做完特训，估计也不太够，不够到这个50啊。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号，今天应该到不了这个二级神。今天我们努努力吧，因为二级神它需要用活跃去凑那些东西的，我这个号应该还不够。估计得要明后天才可以啊。然后我说一下，这个券是怎么回事？这券的话，就是之前说昊天不是要涨价了吗？昊天涨价的话，天使现在是最难的一段时间。等到昊天涨价，把这个价格都涨到首冲都三了，对吧？那个时候，昊天就彻底凉了。因为现在还是有个公司叫做这个游龙，游龙它放了很多低价的这个折扣出来，所以昊天有很多低价的。但是呢，它那是亏本在卖，那个东西不可能一直持续的。人家之前说的是，在去年的时候，21年说的是22年6月之前，它是不涨价的，所以估计它7月份、8月份就开始涨价，所以这2个月是天使服，人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而且主播都去了这个老区，都在之前的区，新区还没有招到这个主播，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这个老板是希望在亏本出一些这个券发放给大家，大家可以相互转让，对吧？转让的话就是你可以找这个客服去转让，然后呢，他就想多搞几个落地彩过来，对吧？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有落地彩的话，这个主播也好宣传，一下子就能进很多人，一个区上千人不成问题。这样的话就贼热闹。反正老板是这么个想法啊。老板说我有女朋友，哎，我还大病初愈，还没开始找呢。这要找的话也不是不能找，但是也需要时间呀。别着急，好吧？女朋友这东西总会有的，只要你对吧，创业成功，然后呢走向人生巅峰，自然就迎娶了白富美。这东西是一气呵成的，估计是那个丁香中的，丁香不是。老板听老板娘说我才见，老板娘我好久都没有见到她了，我来长沙还没见到她呢。老板娘是挺好的，但是估计也就是也挺忙的，因为老板娘也是，那个小 baby 才出生没有多久，才1岁吧，可能1岁都不到，她需要去照顾，所以没有来见的，也挺可惜的。不然老板娘是真的人很好，我们去见一见倒也挺好的，有钱还怕没有女朋友，对吧？是的，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好好赚钱。每天直播间多吆喝一下，对吧？就只要多一个注册啊，就有20块，我就这样理解啊。然后呢，每天吆喝个两次吧，两次三次的，然后来个30个注册，我600不就到手了吗？我就这样理解了，就简单粗暴。然后这里面和大家说一个这个情况啊，我们一区内斗的，或者说分歧比较严重吧，还不算内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左边这些人你可以看到，没有那个最爱嘤嘤，然后也没有那谁。来，你看一下，没事瞎溜达也不在，地心也不在，这个最爱嘤嘤也不在，这里面好多排行靠前的人他都不在，为什么都不在呢？就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公会的人闹别扭了，就是第一公会的人
之前不是也在里面吵过嘛，因为我不想在里面，我就退群了。啊，他们也惹怒了，他们可能就不希望我们赢，就希望把这个痛苦建立在其他玩家之上，就是宁愿他们少几个彩位过来，对吧？他们那三个都是彩位啊。啊，地心来了，反正那两个彩位也是彩位，然后他们那边还有其他人也不报名，就是希望输给这十二局，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啊，三个彩位有参加是吗 ？OK， 一天注册20个众包了，哎，朋友，注册是注册，注册的话也不一定玩游戏的，注册30个人进来，有可能留下来的就只有10个人，这太正常了。然后充钱呢，可能就只有5个。然后大佬的话可能一个都没有，这很正常。他们没有退，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抗争，所以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太清楚我需要做什么，看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就行了。就说我当然是不希望这个游戏里是闹别扭的，对吧？毕竟我作为一区这个比较出名的小主播，对吧？那还是应该做一点，出一点我的这个有力出力，对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没有钱，我就只能出出力，帮他们说说话，这些是可以的。内战没有意思，是吧？主要是不清楚他们想要什么，这点挺奇怪的。然后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今天我们就先播到7点半，然后我们9点半再回来，对吧？让我中间暂时休息2小时。一区扛把子，是吧？是的，是的。他们主要是最终还是因为区里的资源有问题，资源不够，对吧？那我这个宗门的老大，我希望帮我的小弟拿一点这东西，但是对面的那个老大说了，对吧？彩位红位的都不应该帮别人拿资源，对吧？但是呢，这样的两边老大他们主观点不一样，一个是我要帮我的队友拿，对吧？我的队友是比较菜的，我毕竟不是一会的，我的队友是比较菜的，他们需要我帮忙，所以我就去帮了，对吧？这个大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分歧。然后对面的人是说，那我们都一盟了，大家这个红位彩位都不要去，对吧？谁去我就打谁，所以这个东西观点就有冲突。最终还是因为这个资源不够引发的这个冲突，但是在这样一种冲突之下，我去帮谁呢？我觉得我谁都不好帮，我揍了谁都不太公平，所以我最后就谁都没有揍，就引起了他们更大的这个反弹，他们就觉得很难受。这是一个小矛盾，那个茵茵帮他的小号去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说彩位不能帮守神界，然后呢他先破坏规矩，是吧？哦，这样子，这个我不应该为整个服着想，是吧？你说的有道理，所以这个游戏其实玩的不是游戏，玩的是人情世故，玩的是这个社交，你知道吗？我们在一起聊得好了，对吧？啊，这个就可以在一起和别人打一打，这个闹一闹没有关系，我觉得小事儿都小事儿。然后今天在群里还有人骗我水友，明目张胆的骗啊，他说我有个材料号，然后要出，你收不收？收多少钱？30。然后那人转了30给他，30很小嘛，也没有说要我去做这个中间人。然后转了30过去，然后那个人说抱歉没有号了，我退你吧，然后给他退了个红包，红包里退了一分钱，就这样明目张胆的骗。然后我们一堆人举报他，十几个人举报他，投诉成功了2次。这些小朋友真的是，我真的有点想挂他，还是算了吧，对吧？还是要克制，咱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人就给挂出来了，虽然人家做的很恶心，对吧？但是直接我抱人也是不对的，对吧？还知道还你一分，不是我，没有人能骗我的，一般他们都是先给材料，然后呢我才买，所以没有人能骗到我。但是其他水友之间，他们本着一个相互信任的原则，对吧？金额小的话，应该也不至于骗。结果这个人就为了这么一点蝇头小利，就是骗。除了一区，其他区团结的压皮，是吧？就是12区，我们今天晚上10点钟，我们就可以见证他们这个实力了，看一下我们到底能拿到这个区域争霸的第一。我估计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面的这个博哥，他非常的强，就即便没有其他的人。就他一个人，我估计我们这边3-5个彩位都打过他，毕竟人家是冲了50个 W， 我们就只冲了11-12个吧，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和博哥的差距不大，他的这种大脚和我们拉的是一样的多，只不过他是这个虚战加的比较多啊，比如说乌钢这样的东西，我们那种东西啊慢慢也买了。博哥双斧都不怕是吧？啊，冰妹只有冰妹是打架的吗？那不怕呀，冰妹他的卡换毁了呀，主要是他一开始推图，他的卡没有换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不用怕，我们来打一下这个七星幻境啊！今天开始这个七星幻境就打不过了，就特别的狗血。不管选择，这个就一剑七双啊！你们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这一关就打不过去了呀？然后昨天找那个专服客服做的事情是成功了的，他是重新给我发了这个东西，但是这东西好像还没有到，他是三个工作日之内发，就中枢那个材料啊，应该还没有到。反正昨天25000威望兑换的东西是重置了的。新找配敬佩我，好的，这还很早呢。我真正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做，游戏只是，不能说祈祷卖艺吧，就说还债的一个小方式。这里的海神是输出很高很高的，对，就是打不过这里的怪了，就很奇怪。可能我们换狐狸会更好一些，然后这海神就要暴毙了。这为什么伤害那么高？
打这个七星都那么难，这血量回上来啊，没有了这个顶，这个海神好难回啊，他们应该有很多回血的，对吧？这血量能回上去才对。然后这蜘蛛不够给力啊，14秒打不完了，主要是我22亿战力，而且最近都没有调什么位置，战力也没有下，这个我竟然打不过了，这就是太假了吧。然后呢，今天我们九点半两边争取都拿一个成果。来，现在回到天使的号，现在有一关特别的难，想请教一下各位，这关怎么过？这关的输出我认为还是给卡了。好，这样打打看，这个第六关很难的，12伏第一周就通关了是吧？哎呀，我们这个冰墩来了，12伏第一周就通关了，我第三周还能这么闷闷不乐的推这个图呢。来看一下啊，我这个第二个塔是主输出的，它直接就没了，这关特别的难，不乐的这一关特别的难，我这就没有输出了。哎呀，这塔的话还需要再下一个魂环，我特别是这个家伙，他一定是需要肉的。这个他不肉的，咱们就不要，对吧？我们就给他怼六个肉魂环，包括这里的这个生命之种，给他怼过去啊。好的，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到这儿，我们九点半再上来，应该是9:40吧。现在魂环主要是我升仙柄升了很多，这边的话，这边输出升了一些，然后这边仙柄升了很多，所以我魂环还差很多呢。十万年魂环其实升不升都行，我们可以来升几个玩一玩。来，百炼石盒，我们买个4个，好吧？4个可不可以呢？现在百炼石盒想给这个蜘蛛升一升，它就需要这个5000年兽魂，不就是5000年兽魂吗？攒那么多呢？来，先开21000个5000年的，再开32000个7000年的，这个就是不是就很可以了？走，先把蜘蛛升了呀！哇，直接升到35万了，50万了，60万了，70万了。80万了，我的天！哎呀，98万，差了一点点，待会我再去打一打就好了。再剩一个40万的，差了一丁点，不然我又来个百万年魂环，就可以给蜘蛛来两件了。好，再来一个。好，欢迎回来，现在正在看待这一场红战赛，这应该是64强之前的最后一场了。哎，加油！昨天我们是很轻松战胜他了，看一下他今天有没有做一些这个配置和调整。两边实力肯定还差不多，你看我这边血条不加的，这还有点危险啊！他这才半血，我的蜘蛛已经凭死技能触发多次了，你就直接暴毙了。我杀死他的话，那我就没了呀。这个海神，你加一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好，这第二条血条出来了，可以暂时保蜘蛛。哎呀，我说可以暂时保他这蜘蛛，怎么打都打不动？哎呀，这不会吧？让一推二吧，这可超级难的。然后竟然没了，熬不到了。3、2。哎呀，10！对面的海神这次爆发的好厉害啊，11个魂环，还有精神凝聚，我的天哪！我这边海神就这个魂环没有错，对吧？但是这次没有打出1000亿输出，这是被怎么被钳制的呀？我出来看一下，该我海神，23亿血量3560，啊，3600啊，这海神藏的不怎么好呀。他的血量是比牛低，但是最好像我那上面一样，有一个血量比较高的一个攻击型角色，特别是这个蜘蛛啊，他要是藏盒藏的是他的话，就很好了，他就攻击这个出战就太棒了啊！这个就赶紧升到1600，海神的这个东西甚至都不需要升，海神的这个手势啊是真的低，挺好的。哎呀，就加油啊，这人应该打过他了，这人着实有点强。第二把开始了，我们22亿打这个18.2亿，竟然还打不过，这次我的海神能不能发威？这碟能不能顶得住？他的牛赶紧让他暴毙！哎呀，这碟又没了。这边的牛还如此坚挺，而我的牛已经开始死的路上越走越远。蜘蛛也开始穷脑不绝，完了，哎呀，牛已经死了，这家伙也顶不住。对面的牛终于死了啊！好消息，对面的前排就只有一个狐狸，我还有个蜘蛛。蜘蛛，你给我扛住，来把他狐狸给秒了，秒了！海神，加油，加油，加油！然后这个又顶住了，然后又换蜘蛛来顶，蜘蛛来扛，我终于把他这个给秒了 ，nice！ 哎呀，我蜘蛛没了。现在是3打3，他有个狐狸，哎呀，我这个敌也没有了，完了2打3，可惜了，这打过了，打过了，3、2、1，没有了，难受。我们这个，哎呀，连胜了很多场，然后就中断了，本来已经排第二名了，可惜。你看，人家是2677，我是2657，就差了20分，然后我比第二名还要比第三名还要高21分。哎呀，然后这不需要的第三名的都杀了，对吧？结果这个，哎呀，打破，还需要再增强一下自己啊，多收一些这个材料。